韩国呢，新上镜是会结婚的事，韩亲来做结个伴娘。故说其实新上都来讲，迄个动冲跟人来，外面动感情基本爱产品基人生地位都动冲有个事情。哎，佮可能唱唔错，佮唱去做花童两首。是啦，唔敢靠听迄伴娘。真嘅，因为新上咩事？因为自己系伴娘，必须系花童。你第一张喊出来嘅，第一个出来的吧？不是，他开那个小跑车。公司啊，系土稀缺嘅，老稀缺，有些人冇通用。诶，你底部咧爱稀土动到卡本嘅东西，卡到系细缝嘅卡本。啊，有一同个人都卡本分析，就会来看一下，比如讲莎士比亚啦、易卜生，佮个卡本都带上去讲嘛嘅故事案呢。啊，其实也同个有一些人念条，好，有些人懂某料，因为做硬坤呐，韩国硬研究，我要个从个门推被我骂给啦。你还好诶，懂我说嘛？没啦，阿你才有进账不够。好，来个卡本，哎，从个卡本底部就会分享，都嘛给你。牛掰，对不对？嘿，两个都嘛给我兜勾来哈，因为春到福到引真到，你真的很久哎。怎么跟我老一样欣赏讲什么呢？因为每次都亚一辅导老师对我的影响很大，因为今后有一班的丁爱上一个时节，比如后点点讲不讲哎。像基督班给你家下来下来，基督班你家下来下来，我想讲潘公司哈，反正爱上帝，还有他本人妈唔对么？结果也欣赏爱，真系无想到，佮他条条送爱上帝礼物。哦，他跳过广播，真甜。就开始哦，当一些下恋老婆。本来咩地，对，给张妈妈咯。呀，来了都好搞，羊板羊板羊，真紧唔过，人向都拍生意，羊板羊板羊板。结果我下到后来去收费停嘛，改做去到整哭脸，那种印章的哭脸，冇个空格系就很卷的嘛，盖到满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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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满嘞，嘿，真紧都揭嘞，冇挨你一下抬嘞，就成为万挨都揭嘞，因为。嘿，真紧唔是天，因为哦，挨你阿下五块，挨社区只阿样吵吵闹闹啊，哎，动好讲，喂，老皮生打水果，哎呦，你阿下变成挨跳舞嘞，昨天那里喘钱嘞，喘很多钱，哎呦，就很不谅解，该掉的老师是嫌我长大会赚太多吗？真紧总得阿用面嘞。我有的时间根本唔喺爱睇讲法，啊，先生就老到喺爱睇讲法。上镜嘴嘴台。系啊，冇差。唔过有的时间真嘅唔喺爱睇讲法，啊，先生就讲来十九号又喺唔起好起来，又喺唔睇两样嘅都冇嚟，其他都系用做白嘅。我就十九号，伊就喺爱说又喺唔啊，俺就讲真嘅唔喺爱，啊，明白，伊都喺爱。啊，有一排爱真硬起来，哎，就讲先生，你做得注意谈么？唔系爱提讲法，他就全班就点点，因为很尴尬，就对。我睇你任何爱讲啲哦，哎呦，嘴全班嘴吵嘴闹，该种哦，都是老师最疼的。啊，嗰种爱吼，虽然成绩唔好，我系对爱去噶吼，咩一有自信。出来，就冇想过，就反正成绩唔好，听听呐，啊，唔过成堂就会错过。你这神经不好，跟你用有直觉，爱有痴心的，因为懂排泄，因为当天就会空气了，因为暗懵哎，哎，给鼓手给大伯送口的时间就会挑失点哎，哎，我就唔要，你们是叫好，那那是叫，那是叫哪？那是叫好，是叫好卡水，是叫好便宜好数字。奉劝大家哈，后生哎，不要选十九号，逢九了哈，逢九必衰啦，十九、二九、三九全部都唔好。那几年哎。透过高职改时间，又在国文老师去当厉害，去上课改时间，去都会重过而不爱理他。改东西当刘航改王静文，其实当他从我愿意为你，我愿意。那是王静文唱的。系啦。系啊，其实当好重改，但是我上课上起课那时，我你是不是起都好轻松？因为上改是国文课，国文是系头下都个超注释下翻译啊，是动中是动冇衰，还可以用那种放心开始动好。
俺太好个时节咯，可以需要是就做线上的，比如讲俺是可以是遇到美国到台湾那种博大你八台尼个佛教啊，就如果是就单纯到出家时节就教基督教发尼啊，教其他的 DIY 嘛，彩青彩尼啊用。韩国每就到国台补习班，又教进分，还有是带下做进分的架构，所以俺太好需要单纯用线上了解七年。去做的你差不多是过万，我先讲清楚，我是一个不爱钱的人，先讲。那你相信？我最菜的是讲做线上了解透露本来的性观都该种新潮感的。不是你愿意去做志工？没唔敢啦。对啊，叫你做志工之前啊，所以因为俺在念系讲，做得用教学两件事情哦，那学生个建立该种动冲就该染粉。啊，金钱地图太好个时间是有做过家庭教师，就会教教啦，差不多有六年个时间。我也给学生系他贴皮，兼迄啲一般个好教底辈，给迄图个种体制外小学实验室的，有一实验室，有一些些来冲，有一些些来冲。古时候咧，给粮食啊，味道一搞起下种，人家看事情啊，发了差不多有两三十年的时间。一开始啊，就吃了个，我下种人应该就会所有的学生咧就会做个。啊，头一只礼拜咧，一搞太紧啊，就很紧，我全部考过后下种人了。结果我听一只礼拜都做几个时间，给这个种人完全蒙下，一扎丝就蒙下，他就有一些的欠，我还软下来，然后上来问起，都在发生嘛个事情哦。嘿，一只礼拜你不考复习好不好？嘿嘛。哎，发了差不多两三年的时间，啊，给粮食给下退做年糕去，我感觉我都来买不回来的，好英雄的，我爱上红豆。不过最近看到一个学生的成长，所以年轻人人点都，你会知道哇，最近有成就感哦。系，不过我无骗我的学生的，我无同伊讲，伊也去欣赏东江，从北桥无平庸。嗯，我刚本来想夸奖他的，因为俺为。细细挑战，俺自家教好个方式，因为俺真是教踢球嘞，非常球，可能十五年为就差不多为二十年，所以俺是为一切挑战都从两下，当中身上会找人数本教，不过俺还是为维持自家下教案的两种方式，还听定嘿。自家写教案，好认真。佮跳牌咪就会用过啊，佮他们准备绘本啊，到时就写是到，系他们到每次系爱做得是教线上，佮种用班来教学生个，佮系爱最有成就感个。就佮种教音用班先是教音，线上改线上，哎，你就那变做线上的线上，你就变塞，你就变塞工嘞，吓，施工。因为其实像爱吃到冻干，同系冻到嘅学生嘅，爱讲冻到嘅学生，虽然爱唔知几多名嘅，但是几多行为赚到诶，加一条嘅条牌嘅学校去买，讲啊，老师，我记得你爱要还有参加客家嘅员工比赛哦，哎呦，韩国几嘅好聪明。你就会知道，就是你埋下了一个很开心的种子，让他继续去喜欢客家话，感受他会懂感同的事情。但是还有一个呢，传承客家话真挺懂难，因为哎，你一个礼拜可能就会一点钟、两点钟听听，跟后面某啲呀反应当中，他就腔底要讲太假好，听不用听。嘿，故事我来说。所以有个客家家庭啊，你就做起客家话嘅欣赏，听出来好好嘅传承嘅客家话，加油！真嘅，我努力下，你家佢真嘅厉害，因为佢当汉底系讲，佢唔单尝试去教有时人听听哦，佢都叫名路汉教外国音呢，真系讲汉呢，所以要订阅佳佳老师的频道哦，耶！应该讲真嘅，他系懂到欣赏啊，吼，嘅道具诶，真嘅，欣赏某熊嘅上课嘅什么道具教材啦。平常真嘅非常感谢你哋嘅栽培还有训练，本来对客家戏曲同有兴趣，咩非常热情，就算是万岁十二年嘅学业哦，虽然一项嘅爱冇继续做戏咧，不过呢还系带点嘅戏曲学员学会嘅勇敢还有坚强嘅精神，面对所有嘅挑战，爱希望爱啲拍嘅两版，每组嘅为好搞成功。也系嘛该杰出校友的感言呐，嘛该多谢。但是真嘅爱说，欣赏高音，你也系一种态度。对事情负责任，来吃到呢，真嘅懂什么呐？来就一下漳州的，来去搞 M D 七家，又搞个好生嘅啊，样样几条啊，咩祝福寿爷先生平平安安，身体康健，好啦，就等会，哎，我
不用什么时候就请上，爱你们哦，早生贵子，对，现在我没有，通常太上宫，有吧？